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各位经销商伙伴，还有所有正在看直播的 Ford 粉丝，大家午安！我是跟福特六合同一年出生的黄子佼，再次见面了。哇，今天除了要说午安之外，还要说声平安。辛苦了各位，在上半年，不管各行各业，因为疫情的关系，各个市况都有点紧张，整个人心惶惶。但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现在能够开开心心的坐在这里，参与这场盛大的记者会。大家还记得吧？过去一段时间，每逢这个时间，大概两点，我们都要看阿丁部长。今天可以考虑看黄子佼，会比较轻松一点哈、啊。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里有很多重要的讯息要跟大家宣布 ，The All New Ford Kuga 已经准备好了。这台全新性能的跑旅绝对会让大家惊艳，当然也有非常优质的女神级的代言人，透过她的文艺电影的演出，也可以把这台车子的概念诠释得更加的完整跟完美。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今天两位主人，他们也盛装出席，要跟大家问声好。首先让我们欢迎的就是福特六合汽车的总裁丙兆琴先生。总裁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福特六合汽车市场营销暨顾客服务副总经理。哎，您的 title 比去年长啊！欢迎苏嘉明苏副总又见面啦！看来这一点也越来越忙。稍后呢，副总会亲自的为大家介绍 Kuga。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邀请总裁代表福特六合跟大家问候，掌声欢迎总裁 David。请 David 到舞台中央来。贵宾、各位媒体、先进好友、福特六合经销商、协力厂商伙伴们，以及现场福特六合团队，大家午安。我是福特六合汽车总裁丙兆琴 David， 诚挚的欢迎各位的莅临。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在2020年福特六合最重要的一场盛会，要共同见证 The All New Ford Kuga 新车发表。首先，我代表福特六合，谢谢大家长期以来的帮助，特别是在过去这一年，受到各位媒体朋友以及各位重要伙伴的支持鼓励，我们努力不懈，让 Ford 可以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以及肯定，达到全品牌销售成长超过25%的增长。今年，全球动荡不安，充满着严峻的挑战。但是我们非常非常幸运的能够和大家在台湾在各自的岗位上守护家园，也继续奋力向前迈进。48年来，福特六合汽车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经营，和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为台湾汽车工业的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用真心用真爱持续的把好的产品和服务带给广大的消费者，这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承诺和使命。面对艰难逆境，福特六合不断的反思、改变、创新，在2017年率先启动了5年超过40亿投资升级计划，对新产品导入、智慧制造乃至于第一线。面对消费者的服务优化，全方位提升。这段时间，全台 Ford 经销展示据点都陆陆续续有了新的风貌，强化了在硬体升级以及服务流程的改善。我们不仅要满足，更要超越顾客的期待。谢谢各位一同见证我们的努力。我要跟各位分享，从6月开始，全台 Ford 展间我将为来访的宾客提供百年经典咖啡品牌 Lavazza。 今天现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也都可以在会后抢先品尝这个好滋味。持续倾听来自市场的声音，是 The All New Ford Kuga 新产品上市的重要基础。 Ford 即将为台湾汽车市场带来一部集合了绝美外形、优质动力、先进科技、首选配备以及最重要
那源源不绝、充满驾驭乐趣的新时代全能跑旅。各位好朋友，2020年 All New Ford Kuga， 我们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以愉快兴奋的心情来迎接今天的精彩活动。祝福各位健康、平安、如意，谢谢大家。谢谢林总裁，简单扼要的致辞，谢谢。请总裁先回座休息。每一次的福特发表会都很宽敞啊，那个羡慕总裁的腿长，你两步路就走回去了，我走过来走很久呢。到底 The All New Ford Kuga 有什么样的内涵，有什么样的外观，还有价钱，到底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就要由专业的来了。让我们再次的欢迎啊，我要再念一次了哈。福特六合汽车市场营销及顾客服务副总经理苏嘉明苏副总上台分享，来，大家睁大耳朵仔细欣赏他的报告，内容非常的丰富扎实，而且有许多的惊喜还有惊讶的亮点在里头，邀请苏副总。谢谢嘉哥，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沈立军，这问候词，因为各位知道今天大家来看的不是我，我昨天碰好多朋友跟我说，就我们知道你很懂产品，但明天你可以讲快一点，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很想看到你，我们产品可以慢慢再聊。我听到各位的声音哦，但是好戏在后头，在看好戏之前呢，请容我花一点点时间各位介绍一下产品大概状况，以及最想知道的价钱以及配备编程。各位知道，修理车现在已经成为车市的主流哦。除了传统修理车，通常买家很重视，比如说安全啊、空间啊、省油等等，其实越来越多消费者期待修理车提供不止这些 SUV 流行的，而且 SUV 可以更多的事情。那我想在高端的豪华品牌里面，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越来越多厂牌除了提供一般型的修理车以外，还提供了所谓的跑格，在外形上、性能上提供更多驾驭乐趣的跑格。那放眼我们在竞争的台湾的这个所谓中型的这个修理车市场，其实大多数的产品还在谈，比如说家庭啊、空间啊、省油啊，这是我觉得是这个集聚的必考题。我们全新上市这些 All New Kuga 这些必考题，我相信分数都非常高。但是我们另外考一个加分题，就是要带给消费者啊，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成为集聚中首件诉求哦。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驾驭乐趣的纯粹运动功能。我想福特汽车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做出人人都能够拥有的车子。那酷感，我也希望我们在这个集聚里面，也提供一部人人，就是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拥有如这种高端修理车一样的驾驭乐趣。谁说这个集聚不能美？那为了支撑这个全新的产品定位，我们在五个面向做了很大的做了很好的一个方向性的设定。第一个，外形一定要跑旅的外形看起来要帅；第二个，要内部要宽敞，科技氛围要够；第三个，车底要坚，虽然要刚性度要增加，但是为了省油，轻量化也要提升；第四个，全新的高效能运动动力，以及最完整现在消费者最重视的这个 Co-Pilot 360的这个自驾科技，也在酷卡上面完整搭载。首先来谈到一下这个说外形，各位看到各位左手边这一部是 SE9， 其实很多媒体先进朋友上个礼拜都试过，这是我们集聚内唯一纯正性能的 S 这个跑旅哦，非常的帅气。那另外我们在一般版的豪华版也是一个纯正运动跑旅，我们呈现给台湾市场另外一个设计更细腻。用料更奢华的所谓亚太版的设计，这个设计采用了次世代福特的设计语汇，以所谓星穹水箱护罩为中心，在很多环车细节上用了许多镀铬的材质来做点缀，营造出同样个性化但更沉稳大气的氛围。相较于我们认为比较朴素的欧美版设计，我们在做调查、市场调查以及我们现在从听到消费者跟经销商的反应，都觉得这个外形非常的漂亮。在车格放大，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酷卡其实同样建构在 Focus， 各位非常赞叹的这个 C 度平台上，所以它整体的车格再度放大，包括长、宽都增加，轴距也拉到了2710mm。以往酷卡给人感觉是，上一代酷卡觉得比较紧凑，
但这一站已经完全反转，因为上个礼拜各位很多媒体先生看到 ST 那就哇，这台比想象中大台，真的这个低矮的车身，我们的高度降低了哈，所以给人感觉更低，更具侵略性的一个视觉冲击。那整体车是受惠于车格放大，在空间上，我想比上一代是进步非常的多。那车内的铺陈也是有两种设计哦 ，SE Line。根据这个 Focus 我们很成功的元素，它是提供了一个比较跑格化，采用很多黑色的这个设计哦，来使驾驶氛围更为运动化、热血。那豪华版的设计就比较偏为更明亮、奢华来铺陈。我们采用机具内少见的真皮材质外，环舱跟导入了很多高质感，比如说钢琴烤漆饰板、镀铬内饰等等。使得跟外面的跟这个环舱的这个白色缝线，打造出更典雅大气的一个氛围。车体结构也是福特，我想最坚持的。各位知道我们上一代不管有护主神车之名哦，这一次我们用了上礼拜我们各位听我们的品牌介绍，我有很多全新的这个冶金的方面都加上去了哦，新的材料哦，到1700毫米，所以整体的车身更为坚实。但是我们要很多轻量化的设计师，油耗可以提升，包括后悬挂的这个铝合金，还有铝合金的引擎盖等等。那上个礼拜媒体朋友就刚问到说，你们用铝合金盖、引擎盖会不会增加消费者的这个使用成本？其实我们都考虑到，这个铝合金的引擎盖，我们的这个万一置换的成本比现在的固钢还要优惠，所以其实是我们也提供先进的这个材料之前，我们也注意到消费者。在动力方面，我想，消费者台湾消费者很想要排气量的公司，但福特其实从上一代的古法，我们全车系都采用了当塞式涡轮增压引擎。那这个时代当然是更进步哦。那我们在1.5的改用了这个所谓Focus 也在采用的三缸的双喷射涡轮增压引擎，搭配了这个升级的8速自排变速箱。这个动力啊，在北美我们是主要是跟2500cc 的这日系车抗衡，所以它的动力其实是有2500cc 的水准。那油耗呢，因为搭配了8速变速箱跟轻量化车身，油耗是15.9哦，美国是同居最省。然后在另外，我们为了这个跑里设定，我们有250匹的 EcoBoost 25，搭载8速自排，这动力我想是已经追上了豪华品牌2000涡轮这样高输出版本的动力。我们跟竞争对手比较起来，各位可以看到啊，酷港不会员我们最大的对手是 RAV4 跟 CRV， 这两个是系对手。在扭力方面，我们调教比我们因为 SUV 重视的是扭力，我们的扭力调教了比Focus 的24.5提升到26.3，再配合轻量化车身跟8速自排，我们的油耗到15.9。所以人家以前说啊，福特是用钣金来换安全重量，没有，我们现在。车身结构也重，也是非常的结实，但是更轻，油耗是最省哦。那在 EcoBoost 25上面，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对是给动力有更高需求的客户。各位看到我们的对手，在这个等级大部分都是属于进口车，它的动力大概都是2500的自然进气引擎，或者是提光的1.4的涡轮增压。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动力上，在扭力上。是在驱动模式上，我们已经用到 AWD 等等，我想都是大幅的领先。各位想说，我买到250匹有这样的动力，我下一步我讲说，我不买酷管，我要花多少钱？大概花一倍啊，到花了250万，就是在这个是欧系的一个，是所谓 SUV 的跑旅设定，基本上2000cc就是250万，所以开了酷管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水准，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那 Co-Pilot 360，我想是在 Focus 搭载以后，得变成福特的一个看板科技哦。可以说，无论在各方面的配置，或者是 Level 2的设定，或者是不论在各项规格，或是在做动细腻度上，包括从媒体的反应、经销商的反应，还有我们消费者的反应，都站在这里 Co-Pilot 360已经是这个 J 级区的一个算看板科技，我们这一次也完全搭载。那跟所谓的日系竞争对手比较起来，我不会跟大家讲全部了，但在所有的点里面，我们全部都打勾，全部都有，就是有 Level 解决 Level 2的设计。我们很多对手他在车道维持的是有速度的限制，我们并没有而且我们又把很多欧系高级车都还不一定导入了 IACC 在 Focus 里面导入，
TSR 等等都完全没有标准配备，所以其实各位媒体朋友经销商都很清楚，这个 ADAS 这个主动安全配备在现在买车的重中之重。 Focus 跟富冈，从 Focus 引进到富冈成绩，福特在这两个景区里面都提供了最完整 Level 2的一个主动安全的设计。好，所以下来这个产品很快速的讲完以后，我现在要提一下这个价格带哈。但价格带的部分，我先从这个市场来分析。中型房车的中型修理车的市场，我们大概看，大概在分成三大集聚。第一个集聚是百万以内，这一个我认为它是实用型买家。它除了现在除了修理车一定要空间油耗以外，他们现在一定要是 ADAS， 就是主动安全配备一定要标配。那我们提供的是 EcoBoost 180时尚型，这个集聚我们本来就在，所以我们持续的提供一部好的车子。再来是100到110万以内，这个是这个集聚目前量最大的一个市场，大概到50%哦。我们这追加了一个新的车型是 EcoBoost 180旗舰型，它是针对豪华型的买家，除了它的实用型的买家的配置它一定要有的话，它可能要一些更豪华的配备，就天窗啊什么等等。所以我们这次追加了这个车型来竞争。在超过110到120左右的话，我们提供的是两个搭载2.0AWD 的 EcoBoost 250旗舰型的 SE9， 它是提供旗舰型买家追求顶级的超价乐趣以及彰显个人的出众品味。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想要知道的价钱啊。那第二代，其实我们刚提过，在100万以内，这个是我们原来的主力车型 EcoBoost 的182CP365， 我们压在100万以下就是99,000的一个价钱。哦，这次的话，进阶到这 EcoBoost 180时尚版，我刚提到，它的动力也像 Focus 一样升级成全新的 1.5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再加上80的直排，油耗大幅的改善到15.9的同级车最好的油耗。再来车身结构也是晋升到 C2 的结构更轻，刚性更好。第三是最重要的，它把 Level 2的标配在这个百万级上非常少见。原来我们的 CP360 的车型是没有办法到 Level 2的水准，这一次升级到 C2 平台以后就到 Level 2。再来豪华配备也做了升级，我们加装了 LED 头灯、电动座椅等等豪华的配备，所以这样全部加起来，我认为其实是超过10万块钱。但是我们各位媒体朋友就问说，到底这次牛肉在哪？牛肉出来了。是96万9千块钱，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通常旧车型到新车型加配备，在一般车界来讲，通常都是涨价。我们这一次在丙总裁跟我们全体团队领导下，也就是还有各位经销商的努力跟各位媒体朋友加持下，去年 Focus 真的卖得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在总部面前，我们讲话是大声的，所以请各位继续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大声，我们会福特六会持续吧。满满的牛肉端出来，再看这个就是第一碗超大牛肉，百万级以下的配备最丰富，有 Level 2的全配备的一台车子。好，这个是我们的基础哦。那各位看一下，在跟我们的竞争对手比较起来，或 CRV 或 RAV4 比较起来，各位看到在动力方面，在豪华的配备上面，在 ADAS 配备的完整性上，我想我们都是完整的。赢过对手非常多，都超值了10几万。我想这些比较我们经销商都非常非常清楚，各位媒体朋友其实你们也很了解，回去做个比较知道福特在百万级下的的确确这一部时尚版提供的是一碗最大的牛肉哈。再来以这个车为基础，96万9，会看到仪表线条的配备真的是很多。我刚刚提到最重要的在50%这个市场，这个所谓的豪华型买家这一群，我们提出了 EcoBoost 180旗舰型，我们追加了 IACC 还有例如说天窗天窗在这个等级里面，尤其是有家庭的小朋友，要现在天窗一定要全景，坐后座小朋友才看得到一般的天窗还比较一定要全景我们这天窗非常的大HUD 啦，还有对福特现在的看板豪华配备 BMO 音响等等，全部加上去这个配备，我相信超过20万，我们价钱是106万9千块，差10万块钱所以说我们也在这个价格带成功的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车子。
再来是 EcoBoost 250的 AWD 的车型，这个车子我们换上了2.0的，刚刚我提到这个高输出了250匹马力的引擎，再加上 AWD， 再加上12.3寸的这个全液晶的萤幕，各位可以看到，通常我们说增加26万，其实我觉得是低估了。各位知道一马力，当我们都1块，用5000块来看的话，也要加30万，还不说要加 AWD， 所以加了在40-50万的配备，我们只加了多少钱？116.9万。所以说各位在豪华型的三个车款，我们的价钱是96.9万、106.9万和116.9万。好，再来是各位媒体朋友先进，上个礼拜很多都试过了我们的 S Line， S Line 是我们旗舰中的旗舰的，这个是我们的形象版。好，我们全套的 S E 的外观、S E 的内装、S E 的悬架设定、19寸的铝圈等等，是一部非常好格具有车子。各位媒体朋友报道以后，我们经销商的询问度非常高，在这边各位透露一下，现在要订在 SD 的话，应该交车要到排到7月以后。这部车我们价钱是加3万块钱，119.9万。所以说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体的集聚里面，我们用的非常简单的96.9万、169.9万、169.9万，把刚刚我提到那个整个价格带是完全的该囊括。跟对手比较起来，各位可以看到，在1069这个车子，我们跟 Rav4 价钱是一样，可是我们配备比它非常非常非常多哦。那 CRV 也不用提哦，所以其实我们的配置跟配备都是大幅的领先。所以说，到底你的牛肉在哪里？像其实消费者自己也许可能拍价一样，但是酷港真的多了非常多非常多，对，光那个天窗就不知道花多少钱。再来就是提到250 S 量，我刚刚提过，我们对手是比较属于进口车，指的是希望它有更高的驾驭乐趣。可是，在同级的各位看到，在同样价格带里面，有你只能买到2.5的自然进气，到欧系你只能买到1.4的涡轮增压，而且都是9轮传动，更不要讲你的 ADAS， 你的配备数这么多。所以我想，整体来讲，这每一部车仔细分析起来，配备都是多的不得了，都是给好给满，然后又像现在。网络相比最爱用的话，好的，那所以各位，我们也针对这个企业采购、政府机关的批售，我们也有一台所谓售定生产的养殖型哦。这部车各位讲配备还是非常好哦，它还是有新的引擎、8速的变速箱，还有皮椅，还有电动座椅等等，Apple CarPlay 等等。这部车的价钱我们是放在89.9万。所以这部车其实是我们虽然是售是我们面向在政府机关批售，例如说警车等等。我们现在各位路上也偶尔可以看到 Focus 的警，不，酷卡的警车哦，现在也能够接受这种小排气量涡轮增压引擎，所以我们是准备这辆车。但是客户真的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售定生产哦，价格是89.9万。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再各位再重复再报告一下啊，我们的五个车型从89.9万到119.9万哦，9万已经可以少5万块钱哦，所以这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配备跟售价哦，我们是又花了很多力气跟总部争取，把一个我们认为是这个等级里面配备最好、价格最优势、最优势的一部车子这个阵线拍给大家，希望各位媒体朋友。然后继续给我们支持，这样福特六持续的推出很好的车子，然后来回馈消费者，回馈台湾，回馈台湾市场。以上就是我简单的报告，谢谢大家。谢谢经理，谢谢副总。哇，副总所端出的这个内容实在太精彩了。刚刚报告价钱，应该大家听到副总一报告，这个心跳都漏个几拍，实在是太棒了。不愧是护主神车，也感谢福特六合为这个汽车市场注入了全新的活水。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售价，福特六合端出了牛肉，简称和牛，马上就要端出来了，就在我的后方。让我们现在用最期待的心情，相机、手机准备好，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all new Ford Kuga 震撼登场。
你想去哪里？巷口那间只有你知道的热炒店，下班后的球场，还是一个人的沙滩？也许你想去的都不是这些地方，你正迈步前往的是成就，是别人羡慕的眼光。所以你把自己逼急了，你开始享受压力，开始学会复杂的人生观，却忘了有个地方，有个你渐行渐远的地方。接下来请跟着我和 The Old New Fort 酷港的脚步，让我们同步启程，前往这个被我们所遗忘的地方。
人生想去的地方很多，也许是很高的成就，也许是很美的风景，但不要忘记有个地方叫做自己。没错，人生想抵达的地方很多，可能是一处绝美的风景秘境，也可能是别人赞赏的目标，亦或是成就与事业的顶峰。当你再没有哪里抵达不了时，才发现我们最想要抵达的是坐标上那名叫自己的地方。 Be All New for Puga 定义动态新美学，在精准调教细腻驾乘间诠释欲望，有一趟最自在的行进，贴近释放最真实的你。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你才是目的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心观赏电视广告首播。人生想去的地方很多，也许是很高的成就，也许是很美的风景，但不要忘记有个地方叫做自己。 The old new Ford Kuga， 你才是目的地。优质双动力84.9万起同步启程。人生想去的地方很多，也许是很高的成就，也许是很美的风景，但不要忘记有个地方叫做自己。 The old new Ford Kuga， 你才是目的地。优质双动力84.9万起同步启程。各位贵宾， The old new Ford Kuga 现在要承载着代言人气势出场。市面上跑点 SUV 这么多，那你为什么选择了这一款成为我们代言人？你的心得体验是什么？其实大家看到我在那边开车感觉很帅，那是拍广告的效果。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开车太凭感觉的人，所以因为太凭感觉，所以其实有点就是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我其实在选车上面，第一个我很重视安全，
像酷感它其实有 Copilot 360的功能，它可以帮助我看到我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可以提醒我要注意一些小小的地方，然后就会比较安全。再来，其实我平常个人就是我交朋友，我并不是一个看外貌的人，我不是外貌协会的，但是我选车非常外貌协会。Okay. 所以我觉得酷感对我来说，它是一台就是非常帅气的，它有一个很棒的流线型，然后让我感觉它好像一个。很宽阔的胸膛，很安全感的感觉。对，颜值很高的一辆车。颜值很高，而且坐在里面的时候，它那个包覆性很强，所以其实你可以开很久的车，你都不会觉得累。是，没错，这个里面的空间呢也很宽敞，适合你这种腿很长的女孩啊。对，所以呢，你看看驾驶起来呢，安心啊，然后舒适啊，有安全感啊，各方面，当然还有就是颜值，就是张俊麟考量的一些重点，对不对？所以才要找你代言呢、啊，好的颜值配好的颜值。哦、你才要找我主持啊！哦、好，那尤其呢，对，我真的应该你接的，没有套好哎，真是。其实张俊麟本来就是一个喜欢户外运动、上山下海的人，其实有一台好的车真的很重要。而且因为它很舒适，所以他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出去玩。对，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天窗，是的，所以其实它可以看到风景，对，很棒。是，再说一个它的音箱啊，很厉害，所以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共鸣，就是会喜欢开车出去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把音乐吹到最大声。对，这时候一个好的音箱真的很棒。是的，只有我们是 BNO 啊，对不对？别家都是 BNQ 啊，那所以请大家要从里到外好好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车子啊、哦。再加上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除了舒适之外啊，安全性各方面都很考量。所以啊，我想最后一定要再一次强调，这是户主神车，由你来代言，大家也很安心，因为你也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艺人。今天看到你特别舒服，因为前阵他 po 了一个脸红的照片在网络上，还是喜欢你这种白白嫩嫩的，真的太像关公了哈、哦。尤其这个微电影，你这个微电影拍得很辛苦哎、欸，喜欢吗？很棒很棒，大家喜欢的话给点掌声。真的是上山下跑了好几个地方，又到母校，17岁的你，对不对？还有现在的你的办公室，还有街头艺人的互动，你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待会我再讲讲我的心得了哈、哦。你先讲讲拍这微电影的。我觉得有一个坑在那里等我。哦，不止，大概有四个坑，是是好多坑想跟你聊一聊。你先说，你先说。我其实当时看到脚本的时候就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其实自己在演艺圈也就工作很久了，我觉得大家应该，我觉得出社会工作的人其实看到广告应该很有共鸣，就是我们常常有很多不是我们想要的压力，也不是当时预设的，但你就渐渐变成那样的人，以前小时候可能很不喜欢的人。那我觉得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会让我又想起我的初心，包括我自己在演艺圈里，有时候很累的时候，我会想起来做公益，或者看到一些粉丝因为我而得到一些正向能力的改变，带大家做运动这些，就是其实会再唤起一个力量，然后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有动力下去。所以其实这个广告拍的时候，也会希望说大家看到的时候，也可以在看完广告之后，好像找回一点点什么。太棒了，这个女生分享就很有说服力。我刚刚很失礼，忘了问你，想要站左边还是右边？我没穿，我跟酷卡一样，我们都是360度没有死角的。真会讲话，真会讲话。哎，因为有些明星就很麻烦，他的左脸比较好看，右脸比较好看，所以你都 OK。背面也可以。哦，背面也可以吗？是比较失礼，但是有安全距离啊。是是是，没问题。哇，谢谢君宁哈、哦。那我就在左边的哈，因为我有死角哈、啊。刚刚那个剧情最感动的是说，找到17岁的自己，回到17岁的自己，你看到你自己。不过我也很好奇，真正的张君宁在17岁是一个什么样的高中生呢？我那个时候参加一队的，所以我是一队的，是，所以你不是乐队的，你是一队的。OK。那时候是留男生头。你不是像是里面的长发？是我大概跟你差不多，短头发的。很黑，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操场上面晒大概4到8个小时，一直训练，所以然后那个时候的个性就是很怕生，很容易紧张。了解，所以呢，这个没想到我们剧情有个大逆转，让你变成一个小少女哦，还玩乐队哈、哦。但是这里面真的有梦啊，圆梦了哈、哦。但里面有很多巧思没有发现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车上电话来电的那个老公啊，名字叫 David 哈、哦。这个很奇怪，为什么不叫舅呢？舅，你要再加油，先让 David。这个是另类的植入，你有发现这件事吗？是总裁的名字 David， 很有趣哈、啊。
第二个哈，讲到这个没礼貌哈，这个你刚刚在这个地下街跟这个街头艺人互动的时候，你听他的歌有必要站得这么近吗？一般听你那个拍摄不觉得很奇怪？你们俩也站太近了吧？没有，更礼貌的是，我就唱歌的时候也直接站过去，也没问他要不要让我唱，把他推开，一把把他推开，对不对？好，那这歌哦，各位要注意哦，这是量身定做的，对不对？这首歌，是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者是安普，是我的非常的好朋友，叫安普小姐。然后那时候他安普大家都认识，你不用多做解释，你知道他是女的，对，是他是我的，还、okay. 是他孩子的干妈。哦，真的、啊，感情这么好。嗯 ，OK。对。然后那个时候知道说我们可能要有一首音乐，我第一个就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就是都会让人很温暖，然后唱起来我自己的感受又会不太一样。但其实你知道这有一个小秘密。我们为了这个广告，我们其实有进录音室录了一次歌， okay, 然后那一首歌呢，安普就整天在旁边，他还帮我训练，然后就带着我唱，还跟我说情感要怎么样啊？像一般录唱片那样子录音。对，然后为了要给我感情，他还跟我说，你就想着这首歌唱的时候，就是未来我跟这小智是他小孩嘛，他说小智长大了，然后如果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你们以前感情多好，然后真的叫我一把我眼睛就掉下来，我说不可以这样，太狠了。太重的一个故事了。对，但只是说那一首歌，我现在只是想说，其实我有唱的比较好的版本，是录音室版本。我们以后也唱的好坏这一集吗？他要现场说，因为他觉得比较有感情，然后突然变这样。我其实只是想唱歌。冰冰球是唱这么一首的。好听吗？好听吗？好好回答。好，既然你要聊这个，那我们就往下聊了。首先先讲一个巧合吧，这首歌十七号，然后十七岁，今天刚好是六月十七日，这一切真的是很棒的缘分哈。那歌的部分，我必须说你啊，就是很有勇气，就是当时广告公司要你开口的时候，你也是毫无畏惧的就答应。其实犹豫了很多拍，因为就是很怕歌声吓到别人，但是我又想让大家知道，我其实就是被演戏耽误的歌手，所以就很开心的答应了这件事。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自恋了？这段疫情的期间，为了要出唱片负责手段，你真的有歌手梦吗？我们福特可以帮你把哦，对不对？你多开演唱会，我们就冠名赞助，对不对？这边好留下来，全部的大哥们都要留下来。你有种开吗？我还没种听哎、欸，你确定要有真的？我真的，你真的有歌手梦哦？没有啦，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有点有趣，是安普他其实会有之后、应该我这样算透露秘密吗？他之后有可能。就是演出，对。然后他那时候我们有在聊，说他到时候邀请我去唱一首歌， okay, okay. 就唱这首歌的话，我会不会去？ Okay. 我说如果是你邀请的，你不怕观众跑、听众跑掉的话，我可以去。对。现在我没有找到福特，我想就是必须去了。对，福特别在怕了，安普也别在怕了。好，不过很真实啦，就是不管是十七岁的你唱，或者是后来的你唱。那个很真实，然后唱到落泪的感觉，这个广告实在是太深得人心了。所以，尤其你唱歌这一趴，你们知道吗？这次他拿的不是代言费，是遮羞费哈。那要再多一点，我觉得。我整场都在听，等一下一把冷汗都在下。不会不会，很好很好。这个在疫情期间嘛，大家现在标准都降低了，唱得很棒，超好的，超好的。就像我们的价钱啊，规格升高，价钱也降低了，这就是我们的。够打的厉害啊！尤其现在流行报复性消费，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复起来哈！欢迎报复在我们身上，三倍券可不可以用？可以用三倍券，又抵三千，爽爽的啊，是不是？所以这个 timing 好，今天大家开开心心。最后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演技，大家看到他十七岁的时候好青春，后来的他有一点纠结，有一点受伤，尤其你唱到哭了、那个戏很难演哎。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跟着剧情走的时候到那里，其实我们本脚本上本来没有说要什么样，没有掉泪，然后可能就说可能眼眶有点红红，是就自然。然后我就唱的时候我就开始哽咽，可能是想到安普说的话，或者是被自己唱哭了，什么音调都不准，对，干脆不是练过了吗？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台上巨蛋一望子就开始假哭。就不唱了，是谁啊？哎，不说了，好，非常谢谢张钧甯精彩的演绎。好车，香车要配美人。接下来我们要请好车跟你合影一下，请你移驾一下好吗？各位美女大哥，我们在红色这台车子面前来拍摄代言人张钧甯美丽的风采。谢谢钧甯的分享，我们再次。